各位好，其实我本身就已经拍咗片，亦都出卖，不过唔知系咪阿五姐一家出动人民币嘅力量，我依家条条片都会黄标嘅，所以特登拍多一条片嚟试下。阿奥运哥真系有心，特登开个 YouTube account， 仲要一次过留咗咁多个言。佢嘅其中一个留言，同佢喺抖音嗰度出嘅一个铺内容系一模一样，都系话呢个世界就有啲人系正能量，有啲就系负能量，随便人哋点讲。后面嗰啲唔重复啦，大家可以去奥运哥嘅抖音嗰度对一下，而且佢个 YouTube ID 就叫做222啊，我都十分之欣赏佢用返自己阿二嗰个名，冇扮系其他人。我之前就已经拍咗一条片，诚邀阿奥运哥上本台嘅直播，释除大众对佢嘅误解。佢喺我嘅 YouTube 度留言，我亦都有咁样回返佢。呢条片就纯粹测试。如果咁嘅一张相你都要黄我标嘅话，好明显就係五姐做咗嘢啦。咁嗰条片睇下审核几耐我哋再讲啦。但係有时啲片呢可能就要等耐少少。人哋已经开始俾压力我啦。大不了我就唔开广告。同你玩冇乜所谓嘅，你话我贪钱㗎嘛，我就唔贪钱俾你睇。麻烦观众踊跃留言，一有新消息再同大家报道。多谢大家俾面，鍾意就订阅 share， 係咁再见。